实验楼。非常经典的实验楼，虽然说这是理人教学楼，但是我们也在这儿，我觉得上至少得两年的课，就是那个英语听力，就在这儿上了。而且由于这儿处于一个离杨浦桥比较近的位置，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上完课就直接去东区了，然后再出校门，然后就出去玩了，不像那个西区其他教学楼都在锦里了。之前它上面有个大帽子，后来就拆了。去年12月来的时候，这帽子就已经拆了。它这个楼里有股味道，可能是实验器具的味道。这么多年一直都没变过。今天灯都关了。是一个环形的楼啊，中间有一个像天井一样的东西，天井里有棵树。这儿的风景真不错，风景不错。这边是什么？好像是个四驱车的跑道一样。对，而且里边的这个实验楼是当时唯一的一个配备电梯的教学楼。因为我们上英语听力的话，经常是去顶层，就是5楼，所以我们经常来坐电梯，当时感觉非常爽。其他教学楼根本就没有电梯。